公园内的全新公厕，从外面一眼望过去，有点怪怪的。不雅观。男生在尿尿。男厕入口没有门，整排小便斗见客，民众上厕所屁股露出来，直接大走光，让人好害羞。那种看尿尿那种感觉，我们自己自宅啊，你也是要加一个门啊，你总不能说是我家不用门啊，对不对？网友在脸书po文调侃，公厕花400多万拆掉重盖，变成公开透明的公厕，男生上厕所从远处就能看到，女生厕所则是上端镂空，只要有心人拿个自拍棒伸长，随便就能犯罪。像这六日吼，老实讲啦，阮都这老伙仔都较无伫遮啦，少人来啦。被抱怨的问题公厕在云林斗六的彭蜀公园内，占地7.9公顷，绿草如茵，还有多样游乐设施，是小朋友的快乐天堂。但家长担心上厕所走光，对此公所解释，其实厕所根本还没完工。因为已经没有安全性的问题了啦，所以我们都会先把围篱先拆掉，一方面也可以让民众先试用看看，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做处理啊。目前公所已经紧急将厕所加装推拉门，至于女厕镂空的部分，会跟厂商讨论如何改进，让民众使用起来更加安心。记者廖文斌、李文斌、李云杰，云林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